什么？继续来看这个现场，是伫咧日前有一名欧巴桑，伊骑机车经过产业道路的时阵，唔知影什么原因跌落去田里。附近的农民看到，马上来斗三工，同时打电话到消防局来报案。消防人员赶到现场，将这名妇人送医，好佳哉伊无生命危险。但是为什么会熊熊跌落去田里？后续将由警方调查。该起点分到叫灵车到场之后，一名妇人面色惨白，在路边等待救援。叫另外是一种查看，这名妇人并无明显外伤，但衫甲裤被残渍用淡。你当时也是透早时间，气温只有18度左右。叫另外是一台车来密配，和妇人保暖。你在检查之后，将伊送往病治疗。那到达现场啊，发现这个啊有一辆机车啊啊摔落在这个啊田中间呐、啊。那我们就立刻下车检视了，发现一名女性的骑士，70岁，可能因为骑车不慎跌摔在这个田中。那救人员立刻下车检视伤势，发现轻微的擦伤。那因为天气寒冷，而造成全身这个衣服都已经湿透了。救人员立即给予保暖及清理伤口处置。所幸人意识清楚，后续送往医院。做后续的治疗。根据了解，这名妇人在经过产业道路时，不知什么原因跌落田底，好在在边有农民看到之后，随即前往帮忙。该气象局又提醒民众，经过产业道路时，应该注意路况，若是跟轿车、货车时，应该减速慢行，避免危险发生。新闻台民间气采访报道。这一次真的不做不知道可以有这么大的改变。大换池呢是可以从家里呢把它排除之后呢，那真的什么味道都没有了。嘉义市的城市愿景就是要全民共享，世代宜居，和世界各大城市所追求的 SDGs 永续发展目标的精神是一样的。我们来继续努力，为嘉义市的未来认真建设，其中污水改善是我们重要的一环。你拆起来物件会比较脏乱一点啦，我是讲啊，无咱再做一个美化一下子，真正这个工课做了是真好。嘉义市污水下水道第一期工程，实施期程到113年，总共经费有到达43.8亿。那我们主要的实施区域是以铁路以西的区域，那我们分为9个标案来执行，目前第一标已经在11月底。顺利来完工，那后面的2、3、4、5标也施工中，所以嘉义市政府在污水下水道工程部分非常努力积极的来推动。嘉义市不论伫教育、长照，还是生活环境，市府团队拢用心的规划、执行、建设，让环境永续，留给下一代美丽的家园，让嘉义市超越嘉义市。